下面派我们下去的。上面可以。他在房间，什么？你站在这边。拜拜。这边，请问你来这里要做什么？祭拜。哦，那你知道建议大桥的由来吗？不知道。哦，可以讲。可以走。该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问他，然后我收音来。哎，下去。来，快点。你问什么？请问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祭拜。你知道建议大桥的由来吗？好了，来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，练习一下。刚才县长已经讲了，你取的这个角度很棒哎，嗯，很好，这个小朋友不错。啊，那个受访者。刚才镇长就介绍嘛，这座桥是张健老师跟邓丽英老师，因为他们要来教学生，遇到台风天大水，但是他们为了教学生，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涉水，最后不小心就被淹水。所以你觉得老师的经验，每年不一样，张健老师跟邓丽英老师的经验怎么样？不是，你只要走台，其他河道就会改变。但是这条是无水道。好，等一下就讲这样。好，你等一下这条路。对，就是那棵树。